大家好，我是肥太郎。话说朗豪坊云展啱啱喺11月12号就完咗啊，相信大部分人要拍片嘅，要买嘢嘅，头几日呢都已经去咗㗎啦。但我哋太郎君呢就是最后两日先去嘅。冇错啦，迟到就是我哋嘅特色啦。咁但係迟到都总好过冇到。呢一个排场完全係新宿哥冇既定一番街嘅既视感啊。点解要勾起我嘅思乡病啊，我要去日本啊。虽然这个就不关事的，但我就被这个天线DDB吸引了。我可能真的接触天线DDB是还早过接触超人和拉打的，真的。好，入去了。展示出来的高达都是 UC 年历的作品，是占大多数的。见到有 Alex 大战扎古二改，就令我想起巴黎纪念日又就嚟到啦，咁快又已经一年啦，一年容易又圣诞啦。镜头一转嚟到呢一度，呢一堆嘅 Metal Robot 云出面系炒到天价嘅。我最想要咧就系呢一部天狼王型巴巴托斯，你睇下佢条尾型到。再行过少少就目击到有爆箱兄弟鸭哥的旧化作品，再来到这个所谓的玩具体验区，有 POSE 强迫症的加大泰洛已经忍不住要将这一只的试作一号机和试作二号机一定要撚返几手啊，扭到它适合它心水的姿势。好啦，我们不阻它输压了，我决定行开，我决定自己偷偷地咁行到来这个购物区 Tamashi Eki 看看有什么看先。来到这个重点的 SHF 专柜，传说卖紧600蚊嘅超人迪迦真骨雕都已经冇晒货啦。同样公道价嘅800蚊 Darkiva 真骨雕都一样系俾人一扫而空咗啦。咁啊，而家因为已经系最后两日啦，所以冇晒呢一啲正货咧，都系正常嘅。不过 Tiger、Zeta 呢一啲嘅通贩系列咧，就睇嚟冇人抠。哇哇哇！真超人嘅 Dyna Action 啊！我哋江郎才俊系列都冇开过呢一只啊，因为穷啊嘛，你老母。而家咧终于都可以睇一睇实物啦。一如以往，无论系乜嘢时代、乜嘢版本，超人吉田永远都系我最尊敬嘅驼背佬。哇，佢只脚板又几鬼尖噶，系有少少似 B type 嘅超人吉田嘅。咁行过几圈，乜都见到有啲啦。咁点都要买啲手信翻去嘅，就决定系你啦。平平地 ，Gundam Universe GN001 Gundam X 啊，喺呢度买咧，好似仲平过出边几蚊添。咁俾完钱之后，佢就会送一个啊 Tamashi Nation 嘅环保袋。本身就谂住5毫子买环保袋嘅，而家都悭翻啦。咦，地下有包纸巾嘅，系咪我跌噶？在这个展览里面， Marvel 的英雄鬼灭之刃、咒术回战的展品都是有的。岩柱、风柱、霞柱、炎柱、水柱、虫柱、阴柱、暖柱、蛇柱。好啦，咁成个展览就行完一圈啦。之后呢我就顺势上一上去唔知十几楼嘅 Tamashi 展馆，打算睇下呢有冇啲咩新嘢睇嘅。但係发现上到去呢就已经装紧修，话将会有全新嘅面貌俾我哋睇咁话喎。咁我哋就唯有下一次再嚟过啦。好啦，我都差唔多够钟返屋企食饭啦。我哋下次嘅狼来了再见。希望你可以订阅、揿钟仔、CLS, 追随太郎君嘅全部平台，同埋加入我哋嘅 YouTube 会员，成为太郎小兵嘅一份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Shwatch。